师傅您好，哎，我现在甘肃甘菩萨，我是那个问题，我就问我那个打胎的孩子，我不知道我怎么不知道我吐了，我对不起我的孩子，嗯，请师傅帮我念经了不啦？念经了没有啦？我念了很多很多。小房子念了几？念了很多章是不啦？对对对。帮你看看走了没走啊？我是1969年属鸡的。啊，不要有内疚感了。已经走掉了，已经走掉了，已经走掉了。我前面怎么还蒙着孩子的？就是最后走的呀。哦哦，刚走的。最后走了呀，所以来跟你道个别呀。嗯，我这前面我做的梦就是我的妈妈帮他穿鞋、穿袜子。看见了吗？嗯，穿袜子，他袜子上有一个坏的，他还给我们看，就做的这个梦。就是啊。穿袜子穿鞋子要出去了呀，离开了呀。啊，还有就是有一个不好的话嘛，就是说明你们被他念经，虽然把他超度走了，还不是够圆满呀。那还需不需要再念呢？算了吧，离走都走了。如果你愿意念的话，他投在人家家里好一点的话嘛，不要投到一个穷人家。根据他现在说，给他穿个破袜子。这意思就是以后投了一个穷人家呀。啊，我回到那边很多很多一次想求给他保佑他投到好人。啊，你要给他求到好人家的呀。嗯。哦、啊、好吧。啊好，感谢。你自己啊，你们这些女人自己啊不知道啊，不要随随便便的、啊、你个孩子就杀生啊，一条命啊，不知道啊。我知道我做人是忏悔。你们不可以这样的。我每天。我一直在忏悔，在念经，在超度的我的孩子。不可以的，要放下。明白了吗？嗯。你要是对得起孩子的，明白了吗？嗯。